可以开了。开快点，稍微开快点，稍微开快点，速度，啊。这速度大概多少？啊？一分钟大概多少？这个速度？一般开的稍微再开快一点，行不行？这个开了一半。再开快一点点。行，就这样。他说我们这个绳做的太紧了，做的绳子很硬，如果要改变的话，把那个轮子要重新切，再切小一点，是一太硬了，是再改的。反正就把那个皮带轮再切小一点。这个东西简单，要改多少？那个一点点的差好多的。是啊，本身它的最松的是硬的很，太紧。行，可以了。